不对劲了啊，不对劲儿！这屋里应该有人最近在这睡过觉。啊，有一股很新鲜的味道。看这个饮料啊，是哪一年的啊？哎，看看，2022年的，2022年2月份，对，2022年2月份。哇，这个地方肯定有人在这住过。深夜实地探访浙江杭州废弃医院，会有什么发现呢？跟随镜头一起看过来吧。啊，再去旁边那栋楼里边，那栋楼呢，可能是一个家属楼，一个住宿的一个地方。这个门呀、窗也都拆了。哎呀，到了楼上之后，挂了一个门帘儿，我敲开之后一看，有个人在里边睡觉。好家伙，把我吓一跳。然后喊了他两嗓子也不搭理我，听了一会儿呢，哎，有呼吸。好家伙！哎呀，这还有个保温杯呢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小熊，西湖龙井。哎呦，这个杂志，哪一年的呀？啊，这是一个评分表。哎，这个屋里还有床呢。哎。不对劲了啊，不对劲儿！这屋里应该有人最近在这睡过觉。啊，有一股很新鲜的味道。看这个饮料啊，是哪一年的啊？哎，看看，2022年的，2022年2月份，对，2022年2月份。啊，这个地方肯定有人在这住过。每一个屋的都剩了很多东西。哎呀，这个空调吗？这是不是空调？被人给拆了。那边也是个档案柜，档案盒。哎呀，一个呼啦圈，新的还没有打开包装呢。哎呀，这地上是什么呀？都是独立包装的。哎呀，这一摞厚厚的档案，上面还有一个身份证复印件呢。这个老哥是1960年出生的。哎呀，这还有锦旗，还有一个篮球呢。哎，这篮球还有气儿呢。哇，都是一些病历啊，什么资料。这是什么呀？甘甜话梅。哎呦，还有两双棉鞋呢。电热水壶。这是什么呀？什么工作人员的一个证。哎呦，还有西厢记呢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体检办公室307。哎，你看这线。哎。还有三个蜡烛呢。
这个瓶子不错，造型很漂亮。哎呀，这柜子以前应该是放文件的吧。哎呀，这个柜子是哪一年的呀？我们看一下日期啊，在这儿呢，2015年。2015年这个医院还在正常使用。这什么记录本儿？哎，这个，我看怎么都是沙发呢？可能是一个什么办公室。哎呀，这里边直接进不去了，乱糟糟的。聘书，有个聘书。这里边啊，误差通知。哎，这还有个飞镖的一个靶呢。院长室，这个玩意应该是院长玩的啊。传中药。管理制度。